看这个看看这雪水这样今天啊，今天我一头来可能 还好今天这今天这顶那里已经收假两天了对啊，今天拜二了拜二了，还有这么多车你没看看哦，这我每次也想着讲，这要回去吼。哎，不过在这届，我就是想讲，咱收假是收假是拜六啦，拜六是虽然是补班补课啦，但是吼，有的人吼，可能会请特休，加休一天啦，加休一天，所以嘛是两天。啊，卖讲啥，等于平常时六日就拢做好赚啦。所以我想讲，啊，这届安尼。我看买好啊，规招，迄个顺时针完好啊，算好啊，无顶界位下骹算起来，对只等于拢塌啊，吼、哦，真正诶，大概对只等于，尤其吼、哦，招遮你啊，拜一、拜二绝对各拢做侪车，像今仔拜二啦，我捌试过啊，拜一、拜二要等于吼，拢各做侪车诶啦，啊，你啊拜三、拜四可能就搁还好啊啦，就应该袂啊啦，我。排队，你敢要过去间虎牌米粉，咱有食过嘛？食米粉食到饱。我知啊，爱看时间无啊。哦，啊，但是咱明仔载嘛是爱走，嘛爱走国五往花莲，可能嘛是小排者，只是讲因是要北上诶。咱遐为遐来，未排这条啊，咱是对面来啊。系啊。啊，咱咧阵啊中岛遐可能较无车，即因波斯啊拢足够塞诶啦。啊？手机？干嘛？哦，我没来。这虎牌。我干嘛？我的。客运车呀，外面客运车，公车啦。我在干嘛？公车这虎牌啦，这顶个有去过啦。台湾第一品牌米粉好面观光工厂，这间袂歹啦，我顶个有去，当食迄种炒米粉哦，食个饱。个袂歹食，嘿，袂歹食，重点是菜个袂歹食，足 Q 诶，伊个米粉真 Q 啊，我个要点啊倒去煮。来看一下，啊，个有一个内底拢古早诶造型啊，拢是古早场景啊，系啊，拍照也很好拍。对啊，我记得要几十年啊，我迄囡仔细汉咧想去诶啦，至少有五六年以上了吧。系啊，好，算了。这你也看下，迄边北上的，迄边嘛是塌，嘛是咧败啊。啊，咱是拢有已经去过向。过啊。啊，这直接要回转，无这位迄条巷仔错的。哦，你看这。哦，你若不要等，惊死！但这边来嘛是袂短呢。但是我是感觉这应该是下晡的关系啦。你啊，中岛以前哦，可能较袂较热门啦。因为这边人拢要倒去啊。暗时要倒去，有个人一日游的有无？系啊。你请一天来，早下来啊，你也不倒去。啊，骨力，这一定是搁继续休的啦。啊，无就继续休两天哦。啊，无就伤懒啦，咱休过年后的啦。啊，这条路是要往土城的啊？哎，干咪土城？哎呀，是土城啦，你去土城看厕所。哦，土城啦。呵呵。桃城啦。要去看大哥你啦。桃城啊。土城看守所，宜兰土城啊，要住一间新的饭店啊，还是要吃一间日本料理？什么的？哦，乐屋，那间嘛可能无停车，看卖啊。乐屋边啊，搁有一个停车场啊，一个公有的停车场，爱行还好诶。我是惊无停车呢，等下要搁去甲礁溪。无你看，伊真是较近啊！就是往土城，迄间在土城，二城国小，即间嘛，敢做细间个吼，敢无几班，一眼就望穿了。伫门口就看到野操场啊！是哦。疑似匝道，那是啥物替代道路哦？在。过三公里，过三公里啊！这间饭店算是新的啦，毋捌住过啦。
嗯，足少，我嘛足少带。哦，这间店特别呢，牛头麻面。牛头麻面。我嘛足少带离，算我若伫个礁溪这边，拢只有带礁溪啦。因为出去较好买物件。哎呀，头城才第一届大，头城个人就搬大出来啊。哎呀，啊，所以都要想买东门哦、喔嗯，东门卤味，啊，那也是北门哦、喔。哎呀，迄北门叫咱嘛真久无去买啊吼，应该够咧开吧？拢已经袂记哩，有迄间，拢已经袂记哩，迄间北门卤味的存在啊。哦、喔，你看我这一条北门是张林同学已经嘛，对吧？因为我这条路现在看看还这么多车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忘了奇怪，要去桃园嘛，是还这么多车、啊、你忘了啊，这么无情啊。嗯，我不知道到四年级的吗？不知道、哦、我你靠印象的女生是多少？都没印象。我还算怡婷，江怡婷。江怡婷啊，我看她对江怡婷很清楚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江怡婷是较大溪头的照顾的，管的，做内道的。伊较照顾迄落囡仔。啊，较早是拢家照顾，你袂记得啊？系啊。迄阵啊，甲蔡兴娟、甲弟啊，两个拢爱哭的，伊就带两个啊。对吧？哎、欸，伊是到底是哪袂输留级的咧？哪袂输足省的安尼？都没刚刚上幼稚园就陌生呢，不一定唯一的小班读起来。哦，啊，你是为中班开始读，所以可能就较袂惊啊。爱考的迄几个，我蔡兴娟今麦可能嘛拢生啊只悬只水啊。最后来读道呢，我袂记，因老母佮我讲过。奇怪，即来讲要读后壁，尾也改读道。奇怪，即得惊嘛？即去嘛无，其实嘛无啥物货啊，有影车嘛足济吼。啊，去到那个、啊、天公庙啊。哦，你看人家嘛孝心，过年的感觉。挂灯笼诶。规个拢爱挂红旗旗。即安尼暗时好密集哦。即暗时在迄度倒无吼，电话敢会倒吼？看我看电视吗？看你，看你有电视啊？你家爱得吧？啊，等下去吃饭就等下王牧师，搁要换人吗？直走，这边搞，这边搞。啊，迄栋啊，迄栋啊，伫遐啦，看会到啊。南海铁道，我叫乐子豪啊，无开啊，那家店都无开。是不是头前看会到迄栋？系啊。咱是无海景啊，咱是山景啊。这嘛无山，好累哦。啊，就是，唔是向海，就是山。知啦。伊这就算伊头城的迄种头城的街啊吼。其实这就通食，不然这就好啊。你搁走到遐？爱找啊，啊搁爱看有停车位无啊？上惊就是无停车位呢啊。头城。这是不是火车站？是啊，我去经。看起來啊，这刚好头城火车站对啊，要搞啊，几公里。不，咱明仔载咱在遮看有啥物景点，你咱毋捌来遮头城，毋捌伫个街啊遐踅过咧嘛？头城探头城，那个土城嘛，你这嘛是间全联啊，遮方便呢。是啊。在三百麦当劳，哎，这个嘛新开的快哦。向右转。这个麦当劳。三百公尺处。啊，就遐头前。哎、欸，这个有啥物？文旅呢？苏伟乌斯台吗？雷圣宫是啥物？个也是雷公。靠，遐这个是用包窑，都啊街啊内底嘛有呢。这细间个啦，这间为饭店开，才来吧。另外，我新开个。好啦，看到一间啦。一间啊。哦，海景酒店啊。系啊。所以乌斯港饭店不在乌斯港。一间在乌斯港啊。酒店啊。这就乌斯港啊。他头啊，背对里面啊。啊，看是日头，应该是，唔系这是。靠近吧，你确定这间吼，不是另外一间啊？目的地在您的左手边。这间啊。哦。好酷哦！你讲这间啊？
皮底下，那猫咪底去顶吧。这对，你是停车场哦，地下停车场啊。靠遐伊，啊，猫咪也是另外一边，咱来遐。拄啊遐啦，拄刚好看的啦。很脏。我这停伫路边哦，我停伫迄人做恶角啊恶怪。停车场是有遮多？系啊。这里真的都是那个风啊，有的可能要停路边较方便。对啊，你看，因为这风很大啊，海边啊，风很大啊。有什么就是啊，这款啊，这间咱开起袂用吼，袂动啊。伊的门面敢会遮啦？你猜猜雨刮风是？帮你装好不要。遮吼，敢是伊门面吗？遮你看，遮是安尼啊，咱，系啊。无你先落，我等下落。摕摕。哦，到啊，一间啦。那个是多少钱？南洋乌石港海景酒店。新的。敲打。翠安。哦。先落一落。check in。